小孩般很容易迷路，走在娑婆的旅途，总看不清楚，一直跟着轮回转，感到很无助。娑婆世界的迷惑，何时才能摆脱？佛陀诞生在娑婆，是来度众生，指引迷惑的众生走出这迷雾。如今佛陀虽不在，牵着我的手，让佛陀牵着我的手，为我指引迷路。有佛陀明灯伴着我，不再感到无助。让佛陀牵着我的手，带我走出迷雾。有佛陀明灯照着我，走向那彼岸的路。像小孩般很容易迷路，走在娑婆的旅途，总看不清楚，一直跟着轮回转，感到很无助。娑婆世界的迷惑，何时娑婆是来度众生，指引迷惑的众生走出这迷雾。如今佛陀虽不在，佛法依然在，奉行佛陀的教诲，就像佛陀牵着我的手。在那边。